的老天爷啊！公布今日晨操菜单：操场20圈，跳绳、双轨旋500下，操场冲刺1圈，共6次。哇！老师再见，同学再见，大家明天见，再见。快快练球下来复习了。李尔。今天的课表是跑体育馆30圈，跑完30圈，跑专项原地挥拍60下2组，挥拍完跑米字步2趟3组，基本球路练习，来回各50拍，以后3组训练。开始挥拍练习，挥拍完右脚要挂出去，再一次。啊！终于练完了啊！回家还有拼不完的功课啊！就这样，星期一练，星期二练，星期三练，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练练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狂练挥拍练脚步，都没打比赛，真无聊。耶！终于可以参加比赛了。在一连串的比赛里，我们总是被电、被电、被惨电。输了没关系，大家都对了，回来再苦练。我们终于明白，平常不断无趣的练习，就是为了上场比赛的那一刻。我们一定要更认真的练习才行。态度决定一切，细节决定成败。孩子们，加油！最近本土疫情严峻，指挥中心宣布，从今天起全国提升为3级警戒，外出时请全程佩戴口罩。全国各级学校停止到校上课，改采居家线上学习方式。这段时间为了不让大家的体力下滑，球队每天早上都要线上集体训练体能。回来注意做完操后慢跑30分钟，回原地挥拍长球，挥拍100下，跳球100下，回二旋60下，然后10组。哇，怎么菜单还是一样硬。两个月过后，我们终于回到学校练球的日子。从今天起，星期一到星期日都要集训哦，直到国小杯比赛结束。1 2 1 2，太阳好大，快起来了。1 2 1 2，戴口罩跑步也太累了吧！大家加油啊！我们要努力撑下去！2021全国国小杯羽球锦标赛开打，3至5年级团体组共40队参加，竞争相当的激烈。最后总决赛由人和及民权2队争取最后的胜利。第一点由冯华吉 VS 江同学。仁和拿下第一点胜利。第二点由3年级的小将龙城越级对战吴同学，虽然比数落后许多，但龙城仍不放弃，坚持努力到最后一刻。第三点仁和派出援军陈瑞，双方1-1平手。最后由仁和21-13胜利拿下胜利。第四点由品瑞博彦出赛，双方1-1平手。第三场比数来到13-20，丁丁丁丢，两位卯足全力，165集起直追。连追了6分，厉害！可惜最后19-21，一碰。这时两队来到了22平手。第五点决胜点到底鹿死谁手呢？目前20-17，仁和领先，但对手也紧追着不放。终于最后由仁和国小拿下了5人冠军。耶耶耶！太棒了！恭喜桃园市大溪区仁和国小获得6女双冠军、5男双冠军、5男团冠军。三冠王，掌声鼓励鼓励。